2024年8月9日，周五，又到了我们每周和丫丫见面的日子了。今天的主题是吃起来。才几天没见，怎么感觉丫丫又长胖了，变美了呀？这是24岁的丫丫吗？明明只有4岁，好吗？下雨了，立秋了，应该凉快些了吧？坐在雨中开心干饭的鸭宝，看那神态和表情，分明是萌萌的小甜妹。哎呀呀，笋笋怎么这么长？不管啦，先带着竹笼吃起来，笋吃短一点再拽出来，嘿嘿。我们鸭宝多么聪明啊，小手一拖一拽，大笋笋，出来吧。让我们再看一遍鸭宝这套行云流水的炫笋狠活。丫丫是会整活的，丫丫吃笋仿佛还耍了个金箍棒。镜头感十足的丫丫，每一个角度都好美。丫丫一边吃笋一边侧身看向镜头，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，那随性又可爱的姿势配上天使般的笑容，瞬间让人心都融化了。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哦！